完，马上赶来现场的消防员举手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明天我们就站不出来。去年12月27号，南投县消防员有一个消防员为了救猫，从3公尺的高度摔下来昏迷，昏迷了3天3夜。那这件事情，我们的那个南投县消防局他怎么回应我们？他说这是因为个人不小心，这是一个个案。长期以来，其实消防员做了非常多不属于他们的一些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服务。但是常常在台湾，我们因为义务做久了，然后风清变事主，常常没有做好还要被骂，做不好明明就没有这个能力做，然后受伤了，最后却都会被归咎于个人的问题。那我们觉得这非常的严重，因为一个消防员的养成他需要耗费国家上100万的经费，结果他从事的是跟人命无关的一些任务，那这个不只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我们看到南投县的消防员受伤之后，那他就要休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对于一些人力不足的县市来说，少一个人力，这个对分队就是非常吃紧的事情。真的有火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少那么一个人。那所以我们今天出来诉求，希望说我们的上级机关能够协调，把不属于消防员的勤业务慢慢的去分工，慢慢的去回归真正应该要去执行的单位。诉求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带回去来审慎的来酌处，会给协会来做一个回应。可不可以答应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跟我们召开协商会议？我们希望可以跟坐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我先接受陈情书，可以吗？那我先接受陈情书，可以。那我们先送。我们一开始是我们的苗条县县长刘县长要叫我们去帮忙浇花，要叫我们去帮忙那个扫地来，消防员出勤。赶快过来，慢吞吞的，我花都快哭死了，我花裤子你负责吗？快快快，快浇花，还有扫地扫地，快去快去，修队了。好。然后再来，我们分队里面的人力现在剩下2个人哈，现在还有一个人力要被派出去抓猫，同一时间。猫咪不要跑，猫咪，你快点抓！猫咪不要跑，每天都吵在那边，我睡不着啊。然后现在，猫咪已经没有人了哈，已经没有人了哈。喂，我要死掉了，掉水沟啊！这水沟又臭又脏，赶快帮我捡。好，这是同一时间，现在刚好有一个在内政部旁边就有一栋民宅发生了火警，有民众开始在呼救了。救命啊！消防员赶快，现在有没有消防员可以去抢救？钥匙还没捡到哎！不要！钥匙还没捡到，好了，3、4块，没有把我花交完哎！3、4块，到底想干嘛？这时候重要的消防能力全部都用在执行不必要的业务上，这时候发生火灾的民众也越来越小声，呼救声也越来越小，最后失去了他的性命。消防员法规的3条是什么？抢救灾害、紧急救护跟预防火灾。消防员在平常的训练就是训练来救人的，那你去让救人的消防员去救猫、去捡钥匙、去救猫狗，那谁来救人？他不知道怎么救猫，他如果要去救猫，他只能去追赶他。那动保的团体知道动物专业的人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这种事情呢？如果要去追捕动物的话，应该要拿食物引诱他，这显示什么问题？消防员根本就没有受过动物救援的训练，他怎么去救动物？所以我们不是不爱动物，我们是认为说要让专业的救动物的去救动物，让救人的救人才是对人跟动物才是最好的方式。大家可以想象自己身边自己住家附近的消防队，全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消防队，他每天上班的人数是不足8人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救一场火，我们可能需要40、50人，甚至100人的人力。但是，你身边的消防队每天上班不足8个人，那总是什么恐怖的景象？大家有办法想象吗？我们的专业是什么？抢救灾害、人命搜救、急流救生、绳索救援，这些都是消防员的专业，但是现在却沦为被上级长官拿来做公关的道具。议员，请我们
开了三台消防车去帮他开门，因为他忘记带钥匙。还有呢，伟大的县长请我们帮他浇花、洒水以及扫地，这些是人民花了的纳税钱培养的消防人员。民众怎么说？他说你们就是因为训练不足，所以才会摔下来。哦，这个是非常讽刺的哦。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在我的分队一位学长，哦，他因为被蜜蜂蜂蛰，哦，造成过敏性休克。捕蜂本来就不是消防的任务，为什么上级长官都没有人出来相挺？哦，非常感谢新竹县消防局啊，他为了这一个案例，特地拍了一支微电影。当时剧中有一段台词，就是他的老婆跟他说：“哦，我的老公。”的老公总伴随着大家天长地久，唯一缺席的是和我紧握的那双手。所以，当消防员的另一半真的是非常辛苦。就像我的女朋友，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哦，她不是问我什么时候要娶她，她是问我什么时候要辞职。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讽刺。第一时间新埔那一件事情，到达现场的消防员只有六个人，六个人要在没有空间的巷子，车子进不去的巷子，要布线，要爬楼梯，要上去抢救，抢救一个纵火的案件。这个问题的核心难道是没有做那些事情吗？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他根本就没有人力去做这件事情。他现场六个人，他光是布水线进去他就要耗掉四个人力，还要有两个司机在那边控水，所以你严格来说你现场根本就没有人力可以去做多余的事情。那一个消防员他应该要做的就是好好的 stand by 好，然后在灾害的时候能够确实准确的出勤，然后赶快的把这个灾害消除掉。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是人民纳税给政府希望看到的。但是今天政府到底把消防员拿来当什么东西？现在消防人力不足，请问消防署到底有什么办法？我想我们每年也都在积极啊，要求我们这个协同帮助这些县市呢，来积极争取他们的预算，来补充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力。那这地方呢，好，消防人力是，我们也希望消防局呢能够积极的到他们的县市政府来争取这个消防人力的预算。所以消防人力不足是地方的问题还是中央的问题？ 我想这个政府是一体的，我们跟地方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我们在未来的三年也逐年的，哦，我们也逐年的在大力的争取跟扩充我们的消防人力。我想我们都有在做，我们都一直都在做。各位可以看我们的人力缺了13000人，什么时候可以补足？增加多少？今年也有人退休了。今年也有人退休。目的我已经刚刚讲过，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协会的这个诉求。那协会请我们，我想消防署有没有办法公布消防员可以救人不要救动物？我今天署长派我来当代表，表示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我们协会的要求诉求，所以我今天代表消防署来接受这个陈情书。我想我会带回去来达成我今天的任务。那今天南投县消防局那个消防员受伤要不要出面？消防署你要有诚意啊，你要讲一个更具体一点的啊。我们这边的消防员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承诺，如果消防署没有在一个月之内跟我们召开协商会议，我们还会